让各位挥一挥，好不好啊？不是挥在这边，你要观想这个光进入了地狱恶鬼道，进入了非洲，好不好啊？进入香港，进入任何有战争冲突的地方，堕胎啊，被屠杀、自杀，很多人自杀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念这个咒啊，各位旗子要挥一挥，好不好？地球在这边，无尾熊也在前面啊，消灾排位。然后念这个咒，那我希望各位这个咒，各位经常念，把它背下来。现在你们先不用念，各位负责挥就好了，好不好？把你的悲心借给不动佛，好不好？阿弥陀佛讲得很简单，请你把你的心给我，我就让你的生命成佛。你把心只交给男人，那太痛苦了，太委屈了。现在妈妈都把心交给儿女，哎呀，你太痛苦了，所以各位要把心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记住，你的儿子不听你讲话，你的太太先生不听你讲话，不要你跟他讲话，你把心交给阿弥陀佛，请阿弥陀佛就跟他说就好了，就跟他回向就好了，好不好？不然你会气得半死。这修行要懂得用佛法，不要用自己凡夫的心。所以大家来挥旗子，你要观想你是自由女神，站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帮助众生。来，那么的那吒呀呀，嗡，看看你，看看你，哪吒你，哪吒你，哆嗦你，哆嗦你，吒嗦你，吒嗦你，吒帝喊啦，吒帝喊啦，萨瓦噶玛巴啷巴啷，南无萨瓦萨埵喃哆嗦哈。那么的那吒呀呀，嗡，看看你，看看你。洛赞尼，洛赞尼，坐赞尼，坐赞尼，扎赞尼，扎赞尼，扎迪汉那，扎迪汉那，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埵喃哆嗦哈。那么赞那迦耶耶，嗡，看看你，看看你，洛赞尼，洛赞尼，坐赞尼，坐赞尼，扎赞尼，扎赞尼。扎迪汉那，扎迪汉那，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埵喃哆梭哈。再来，各位不用念，你负责代表悲心，然后想到，特别要想到你往生的父母啊、祖先啊、七世父母、堕胎胎儿，乃至你的朋友家里有人生病，他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现场的牌位消灾拔度，整个澳大利亚、整个中国。整个地球世界，你要观想啊，这些咒语都是佛的加持。然后你挥旗子，那你代表诸佛菩萨净化整个世界，好不好啊？念一下：成熟有情，成熟庄严国土。我们庄严修国行就是要让整个世界国土都变成净土，整个有情都离苦得乐，成熟有情。所以要升起这样心，我来念。然后我们今天啊，法会大圆满。澳洲弘法之旅，大家共同参与了。今天最后一站，还要送给各位一个佛像，好不好？前面都没有，因为怕送完了等不到你们，就留到最后一站。还有这本书，他们前面都要。对不起，我说没有，因为就带这几本，所以最后你们拿到了。我下回还是送多一点，好不好？拍手的人，麻烦你们每天至少念一遍《甘露诗词》嘛，请你慈悲好不好啊？好啊，好，你没念就睡不着，你念慢一点没关系，慢慢念，但是慈悲一下好不好啊？反正黄金海岸就没什么事干的，来到这边还干什么事呢？就是要修行度假好。那我念很多咒，麻烦各位观想他们活着的人、往生者、六道众生。整个澳洲都得到，好不好？我们那天这样念，外面就出彩虹了，哇，很庄严的彩虹啊，超度鲸鱼嘛，来，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波毗修达尼，悉地毗悉地，萨瓦噶玛毗悉地，梭哈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印达尼耶维修达，吽噜噜夏的梭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杰多耶多利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嗡阿摩嘎毗卢遮那玛哈姆德那，摩尼贝玛吉瓦。本来我都也吽，我们也为所有动物道，
被杀的牛啊、羊啊、猪啊、狗啊、猫啊、鸡鸭、海鲜，为他们得到超度。来，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妈妈古林萨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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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是波罗摩尼，萨婆诃。Om Mani Padme Hum. Om Abhila Hum. Gajalamang. Soha. Om Ahom Buddhijita Mahasuka Janata Dua. Om Lululu Hum Jo Hum. Om Abhila Hum Gajalamang. Soha. Om Plong Soha. Om Amida Ayodati Soha. Om Mani Padme Hum. Om Pama Uzunisha Bimal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再来，各位可以把棋子收起来，学一下，不要弄坏了这个宝贝啊。那个蓝色的棋子是要放生棋，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市场，就算你没有放生，把那些海鲜、水族、市场的肉挥一挥，好不好啊？放生棋。那这个黄色的是烟供起，就是死的时候水啊米啊或是你点香的时候超度他们，好不好啊？一个针对动物道，一个针对鬼道、地狱道，那我们都帮忙就好了。然后再卷一下，卷一下啊！我要先穿回去，然后再卷啊！第十九页。七佛如来，那这七尊佛念了，他们会脱离三恶道。尤其第一尊，大家一定要念，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多宝如来，永离贫穷，永离充满财富，充满财富，重不重要？要多念啊！你一直念在你店里没有用，要念到别人店里才有用。因为助别人发财，你才会发财啊！不要自私，非常简单的道理。今天你要怀孕，那你就要看到人家怀孕，你就要祝福她母子平安。而且你希望怀孕，那你要想，我希望生一个菩萨的儿子来利益众生，那小孩子就会投胎来。啊，我只想生一个眼睛比我还漂亮哦。然后呢，然后我很爱的，那自私他不见得会来，来了也是来讨债的，你会气死。啊。生小孩要生要来利益众生来报恩的，你的心态决定一切。譬如说各位想要拿赶快拿到澳洲的护照，你要想什么？你要说我要为澳洲做大超度，帮助澳洲，护照就 OK 了。自私你就拿不到护照，了解吗？如果你想说我要为澳洲来帮助这些游民啊，帮助澳洲的进化，你要有奉献的精神，护法神你的心态就会招感一个 pass， 让你过得很快的。请永远记住，心态决定一切。自私是痛苦的开始，利益众生、慈悲才是快乐的因。你永远把生命的态度转变一下，好不好啊？这叫修行。修行是一种改变，而不是一种自私。今天你要跟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我要照顾他，哪怕他剩下一条腿，我都要照顾他。我要爱他。他外面再爱别人，我也一起爱。我一直强调这个啊，爱不是一种自私。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方就会很爱你，因为他绝对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如果你只是一种占有对方、控制对方，哎呦，我怎么嫁给监狱的人呢？啊，那他当然就想要出家了。那出家也好，啊，因为他觉得不自由啊。所以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各位抓住这个，法无高下，不是显宗、密宗、南传佛教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法门比较高，而是你的动机决定一切。一个为别人、为帮助对方，你帮助对方，你会不会得到帮助？这是最聪明的自私，帮助对方才是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你们这一条街五家店，希望他们五家都发财，你不发财也奇怪。对不对？你这个房子，希望他们房子都涨价，你不涨也很奇怪。这佛教的思想是要叫你不要自私，奉献给众生。出家是为这个出离自私的家，你才可以进入大家，帮助众生，好不好？要不要出家？
现在缺货啊，缺得要命啊，啊，所以各位啊，多生两个吧，为了佛教，好不好啊？你本来已经怀孕两个，不想生了，拜托再生一个。但是啊，这个一定很漂亮啊！如果你发愿要为他奉献给他，特别美、特别漂亮、特别聪明，你要放得下。你不要说这个我要，前面那个笨的给你。佛教会这样倒掉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发愿哦，因为凡是你为众生想，你会得到最好的。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就好了，不要自私。所以生命不是离婚，是用另外一个态度去爱对方，你就找到真爱，而不是去放弃对方。对方越不圆满，越需要你用圆满的爱去关心对方。原来对方的不圆满让你找到你的圆满，那好不好啊？真好啊！所以明天早上你家外面有一个流浪老人躺在那边，哈，捡到宝了，抬进来照顾他，你才会发觉那个是你失散好几辈子的爸爸。你自动照顾多他以后，哇，命运好，开智慧发财，这样了解吗？所以台湾人说猫来赚大钱，狗来盖房子，意思是说你去照顾这些流浪动物，你就会发财，你就会很好。所以各位家里有老鼠不要杀啊！这边好像没老鼠吧，我看到很多就蜥蜴而已啊，给他吃东西好不好啊？如果你家鸟不来，你家可能不好了。所以人家说燕子会住在你家做屋檐，这家是发财善人之家。所以你经常布施给鸟吃啊，布施给孤魂野鬼啊，这些孤魂野鬼护持你，他们升天了嘛，护持你。所以大家多以这样心为他们念佛。所以来一起念，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二遍，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三遍，来，大家请起立。代表为往生者念，来，再念一次。他们准备的很丰富，希望他们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弘法的功德。各位未来发愿，经常慈悲甘露施舍念佛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来，过去已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所有功德，供养排位有情，供养排位受苦众生，堕胎胎儿，个人身上，造成病苦，业力债主，冤亲债主，无形众生，同享功德，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来，请坐，发结缘品。今天有九条，希望大家给别人带，好不好啊？你自己带一条，还有一个贴纸，各位可以贴在你手机上，好吧？今天发的是准提菩萨满愿的准提佛母，很多人问我贴在哪里，你就压在苹果上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更有功德。然后有一条线，这条线叫3700个出家人念过的、打过结的，然后等一下发给你佛像，你给他穿过去，好不好？带在身上啊，然后后面那个结你要打好一点。那外面还有几本书，各位可以拿回去看啊，都很浅。我本来今天要讲解的是 OK， 希望大家看完好不好？哎，反正我常讲，这边有时间，慈悲心啊，乃是慈悲的眼睛等等。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在这边应该组一个共修会，好不好啊？
大家念心经啊，念地藏经啊，互相回向啊，这样啊，这因为彼此鼓励，这样比较快啦。还有等一下要拿，记得拿水回家好不好，拿一瓶水。现在还有一个功德要做，我们要把这几天的功德啊，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你也要，意思说有一瓶水各位要全部把它倒干净，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功德融入在水里面倒出去，百千万世的父母祖先都可以得得到，因为这个水会流到最深最远，融入河水，融入大海，变成空气，他们就得到了，包括那些孤魂野鬼都完全得得到。所以来，大家把你那瓶水拿出来一下，就放在手上就好了，你们不能倒在这边，等一下回去倒在外面好不好啊？或者你家门口，来跟我念：强缘极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低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愿个人累劫累世，父母祖先，往生眷属，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愿所有男女孤魂众生有情同享功德，升天生净土。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好，如果在佛堂就要像这样全部倒完，全部倒完以后，然后再把这一杯水泼到外面好不好？所以各位那一瓶水然后你就出去外面把它倒光光了。那如果还有多一瓶，还有多一瓶吗？如果对对对，如果多一瓶给人家喝好不好？那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倒一瓶水，你会发觉最近财源广进啊，因为你慈悲嘛，当然你愿意念念大悲咒啊或什么咒，那最好。好了吗？今天晚上吃素好不好？你们这边有什么素食好吃的餐厅吗？我们怎么都没找到呢？好吃的介绍我们呢？观音斋只有一家，我跑遍那么多地方，就是澳洲不太流行素食，没有几天。好，如果你等一下走，记得拿一半花，好不好？外面也有水啊，有花有水，所以够了。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水，好不好？不施水，因为这个客送本你拿到了。希望你可以多用多念，然后谢谢我们两位联络人，举手，还有一位啊，那边，各位多加入好不好啊？我们将来会在澳洲成立一个慈悲协会，他慈悲协会不是盖道场，就是大家来慈悲就好了，好不好啊？还去布施米啊，布施水啊，互相消灾啊，互相拔度啊。然后我们在美国、加拿大都有成立，他们就是送便当给穷人啊，送衣服给他们啊，然后能够放生的地方就会去放生救一些。那最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共修念经，然后不排斥哪一个法门，也不标榜哪一个法门，因为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你会念玫瑰经最好，你会念圣经啊，反正你的意念就是希望他们去极乐世界就好了啊。然后大家没有分别的去做，这样最好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长青路。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台湾是全球老化最快的地方，安养院、长照中心、护理之家等为长者设立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在这些机构中，长者可以得到生活上的照顾。另外，政府单位也结合各地在地组织，规划55岁以上国民的学习课程，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长者晚年生活注入活力。但是在社会看不到的角落里，仍然有许多长者对于生活无能为力，缺乏社会资源需要被关怀。荒凉的田地间，一个没水没电的破旧货柜屋里，住了一名高龄80余岁的老人。阿公与女儿断讯多年，每个月靠儿子给的生活费及微薄的老人津贴过生活。狭窄的空间里，二手躺椅充当床铺，旁边隔着一间没有水电的小厨房，没有水只能接点雨水，或是利用爱心团体赠送的矿泉水度日。这就是阿公的过去生活。海涛慈悲基金会接获通报后，马上前往探视，带着爱心物资穿越充满泥泞杂草丛生的田地，期望能借由志工们的帮助暂缓阿公的困境，并温暖其心。这是一对嫁到台湾的印尼华侨姐妹，姐姐丈夫过世多年，妹妹因为精神障碍被赶出夫家。年迈的姐姐已无力工作赚钱，雪上加霜的是，前些日子姐妹们仅有的财产也被诈骗集团骗走，生活经济顿时陷入困境。老旧的小屋则是他们的栖身之处。经实地访视了解，海涛慈悲基金会给予帮助并列为长期关怀户，以实际行动援助困苦者，付出爱与关怀。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摆着的市区热闹繁华，五光十色的街道广告招牌林立，大车小车穿梭于行人间，险象环生的画面正是这城市的特色。相较之下，冷清的巷弄内更显寂静。秉持着海涛法师慈悲基金会的成立宗旨和理念，今天慈悲的占勇法师要带领我们关怀一位长期受癌症折磨的病患。安静的小巷内，师父和两位义工师姐伴着王师姐一同来到他的租屋处。一踏进阴暗的小套房里，一张单人床就占尽了大半的空间。屋内并无任何奢侈的家具和摆设，床头柜上的佛祖和佛幡及经书可能是王师姐唯一的生活依止了。长期来拜访的义工师姐也向我们娓娓道来王师姐的人生境遇。在了解其中的波折和遭遇后，师父也替王师姐举行三皈依，并位于其法名。皈依的过程里，在众人的陪同下，师姐虔诚的双掌合十，跟随着师父缓缓道出三皈依文。皈依精进，即刻解脱，成为佛弟子，诚愿在三宝的加持下，能够早日摆脱病痛。高龄化社会里，许多年迈长者的子女外出打拼或自主家庭，更多长辈独居，往往被忽视在社会角落的他们需要陪伴倾听，更需要你我的帮忙。期许有志人士一同参与加入关怀的行列，使得善心不落人后，爱心满溢天下。
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彩云南线》。